Hello， 麦哥婷姐好介绍，大家傍晚好哈。今天哈、哦，我们来到哈、哦、傍晚哈、哦，来到的地点在哪里哈？之前有带你们来过的哈，这个地方它叫做努沙都达哈。努沙都达这边哈、哦，地点非常好哈。今天要看的就是我身后这一间，看到吗？装修花了接近400000的一间双层田之屋哦。400000装修在哪里？等一下带你进去看哈。有进来线上的朋友帮我们哈、哦，可以帮我们分享出去哈。这一间屋子哈，可以讲是你省装修费、省扩建费哈。这间屋子已经把该扩建、该装修的都做给你了哈。OK，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哈，你可以看到哦，这一排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个双层田之屋哈。努沙都达这个地点在哪里的话哈，这个地点哈、哦，它是在可以讲你走路哈，走路6分钟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哈、哦、TF 嘛。然后可以到这个哈努沙北沙利努沙都达这边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商圈去吃东西，银行都有在这边的哈。有进来的朋友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哈。OK， 你可以看到这间屋子哈，它是一间双层田之屋，32x70的哈。我们看一下屋子的外观先，你看到吗？车房啊，单单是车房都已经是做好了这个哈。这个铺好这个小石子 ，OK， 防滑的小石子 ，OK， 做到美美了的。而且我们这一间哈、啊，整间屋子的大门跟这个铁花全部都是这种白杠铁门来的哈。声音 OK 吗？什么东西？那个声音 OK 吗？声音 OK 吗？麦哥说什么意思？没有问，没有，我是开眼听一下有没有声音。哦、oh, ，OK， 有听到声音吗？听到声音的话，给我们一个666哈。OK， 有哈，听得到声音哈，有在线上的朋友听得到声音，给婷姐一个666哈，因为麦哥怕等一下哈、哦，我们的直播有时候哈、哦、麦会有问题，没有声音你们听不到哈。OK， 你可以看到哈、哦，这间屋子的大门全部都是做了白杠的 ，auto gate 也是做好了哈。而且看哈，我们整间屋子看外观，楼下的 awning、侧边的 awning， 还有楼上的 awning 哈，全部都是已经是做完了的。OK， 可以讲哈、哦。下雨天看到吗？我们下雨天车直接停进来哦，买东西了，停进来都不用怕讲淋湿了的哈。OK， 你也可以看到啊，这一间屋子，我们从踏进来到我们哦外面的这个 driveway 哦，全部都是做好了这个地砖了的。OK， 全地砖很干净，很干净。整个你看啊，车房的 ceiling， OK， 很多朋友买屋子很怕什么？很怕哦，这个 ceiling 上面这边车房的会有漏水的痕迹。OK， 你可以看这间屋子是没有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漂亮的哈。我带你们来看一下旁边的地哈。哎，进来朋友，今天婷姐带你看这间努沙都达地点非常好哈。如果你是讲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哈，这边哈、啊、开车 ，OK， 开车15分钟就可以到 CIQ， 10分钟你就可以进到我们 Second Link 的这个 Highway 的 Entry 路口了的哈。OK， 你可以看这个是我们侧边舍扯地田之屋32x70舍扯地，我们哈、哦、整个舍扯地的 Outing 都是做到完了的，旁边哈、哦、还做了这个。白杠的水槽啊，下雨天的时候白杠水槽是很重要的哈。而且你看啊，整个做到完，地砖也是做到完，进去旁边你可以拿来做放像主架，放一些平时啊做生意的一些用品，或者是有小朋友的话，这边放他们的脚踏车，放他们的这个、哦、游泳池啊啊，玩一些plastic 的游泳池，那种你妈现在很流行的，也可以看到在这边哈。我们进来后面一点看哈、啊。你可以看到哦，整个我们这边虽然是做了遮棚，可是还是很亮，因为屋主哦，他在每一个位置都有做了这个哈、哦、小灯哈 ，OK 夜灯，所以的话哈、哦、很漂亮的哈，这边晚上，而且后面可以放我们的洗衣机在后面 ，OK 你也可以看到哈、哦，如果你是有这个冷冻冰箱哈，现在很喜欢买这些哈冷冻的食品，在直播买鱼的朋友哈，这边看到吗？可以给你放，插头都做好了的。还有我们这个晒衣架，全部都是白杠的哈。我们这个 OK， 外面的这个门也是白杠的哈。OK， 你可以看到哈，整个的这个排水系统做到是非常好。我们的白杠水槽哈，水就是直接流下来 ，OK， 流到我们哈、哦，直接是流到地底下去排水，不用担心下雨的时候那个水哦，全部溅到你墙壁，那个墙壁会不漂亮。OK， 这边油漆全部都是油好好这种防水器的哈。屋主本身是一个非常照顾屋子的人哈。这间屋子双层田之屋 ，OK， 32x70，4间房，4000厕所，努沙都达，我们这边是 freehold， 而且方向坐南朝北啊，喜欢坐南朝北的朋友，这一间非常非常适合你的哈。OK， 再来我们进去。
你可以看哦，这间屋子是全装修400000了的哈 ，OK？ 不要问我听姐，装修400000在哪里哟、哦？我带你进来里面看 ，OK？ 一进大门先看到我们所有白杠门框，看到吗？整个是换了白杠门框、白杠大门的，还有刚刚也跟你们讲了我们的白杠的这个 auto gate， OK， 铁门，我们的围篱哈，围篱也是做这种哦半白杠的，小门也是白杠，而且一进来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大门非常的大气哈， OK， 这种艺术门，漂亮漂亮的门，非常大气啊，而且我们这个款式哦是有玄关的款式来的哈， OK， 这个款式你看一进来， OK， 进来这边如果你是讲有拜拜的朋友哈，这一个空间非常适合给你去安放你的神明、你的神台，坐在这边的哈 ，OK。而且我们从大门开进来看，啊，整个客厅的空间哈，我给你知道一下，你看一下这个大小，这一边是田字屋哦，不是半独立哦，可是经过扩建过后，这间田字屋非常宽敞哈。这边本身也是做了扩建出去的，你看到吗？我们整个这个田字屋的大小 ，OK， 非常的大气哈，这间田字屋。而且重点是什么？保养非常好，这一边物龄哈、啊，物龄11年 ，OK， 保安维力120块，非常非常严的保安哈、啊，这边 OK， 给大家看整个客厅的格局，你看屋主放个这么大张的沙发，这个沙发摆在婷姐家应该就没有位走路了 ，OK， 这个沙发真的是非常大张的，而且你看这个很小声，很小声，徐霞哥讲很小声哈、啊。现在有比较大声一点吗？有吗 ？OK， 听点声音已经很大了嘞，真的很小声哈。OK， 我们这个有弄紧一点，有啊，也很紧哎，可以。可是现在听得到吗？听得到听点讲话的朋友可以给一个333吗？听得到吗？听得到给我一个333哈，我这边听看看。可以啦，可以。徐霞客，哎，进来了哈。OK， 看一下有什么留言哈。Emotion 说这间大大美美，真的真的。NG 说向北是。而且屋主照顾到非常好。Don't don't 问 location please don't don't 问，这间在努沙都大加拉都大 ，OK， 加拉都大二努沙都大，你可以在 Google Map， 如果你在新加坡的朋友，你在 Google Map 那边是加拉都大二 ，OK， 这边是努沙都大二哈，这个地方华人区 ，OK， 华人区，你可以看到哈、哦，整个这个哈、哦、楼下哈、啊，屋主已经做了一个隐藏门来做这个 store。OK， 来放杂物的，非常漂亮，隐藏起来。我们去饭厅看一下好吗？带你来看一下饭厅哈，听得到哈，三破三三三 ，James 333，谢谢谢谢，可以可以，叫我继续介绍哈。这一个是我们饭厅的位置哈 ，OK， 你可以看屋主摆了一个六人位的圆座 ，OK， 这边哈、哦、还有放一个哇小小的小冰箱，如果这个冰箱没有的话，你整个这个空间感是更宽敞的哈 ，OK， 333，哎，哇，陆娇姐你终于来了，终于逮到我们了，我很久没有看到你，害我直播很寂寞嘞，陆娇姐 ，Hello，OK，、okay, 今天我们来参观三大的屋子哦，陆娇姐，这间屋子装修400000哦。装修扩建还有做了很多壁橱家具，重点是这些、哦、花钱做的壁橱家具一点都不老土 ，OK， 住进来也可以哈，这件继续肯定你有用。婷姐讲真的，真的都是很实际的，你看到吗？这一间楼下的房间，楼下一间房一间厕所，楼上三间房三间厕所，屋主把这个楼下改成工作房间，看到吗？他的工作室读书室在这边，小朋友读书，先生的工作室办公室在这边，而且。非常 office 感觉的，看到吗？ office 感觉很够力的一个玻璃门哦，一看就是感觉哇，要开始做工了的感觉。OK， 我们看我们的干厨房啊，也是非常漂亮的，看到吗？干厨房，婷姐那天有讲，干厨房的冰箱位置一定要留够大 ，OK， 留够大以后，你再买更大的冰箱都没有问题。你看哦，它所有壁橱哈、啊、都是上到最顶了的 ，OK， 上到最顶了，不用担心积灰尘，也很可以够用。比较少用的那种大锅啊 ，OK， 那些大锅会少用的，全部放在上面，看到吗？整个规划到非常好 ，OK， 整个规划到非常好。这个可以哦，可以放你的碗碟。然后这边干厨房这边也是有做电磁炉的 ，OK， 那边也有地方煮。这边电磁炉可能平时小煮的时候啊，可以放在这边 ，OK， 你的饭锅，其他一些啊小用的东西，微波炉有的话也是安排在这边。而且屋主用的这些颜色哦，可以讲都是蛮实际的，之后都可以再用的 ，OK， 这里物龄11年罢了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哈、哦，我们跟这个私厨房有做了一个哈、哦、sliding door， 把这个哈、哦、油烟间隔开来哈。我们这边是做 extend 扩建出去的哈。OK， 你可以看到地砖哈、哦、是完全不一样的防滑地砖。然后厕所的部分给大家看，楼下厕所的部分，屋主也是把这个壁砖上到完了的。OK，Hello，、okay? 进来朋友 NG 讲哇 ，NG 说什么？有很多食物吃，哈哈，超美的，真的，这边走路出去就很多美食吃了。一进来是厨房哈，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到吗？碗碗叠叠很多的妈妈们哈、啊，你的老婆很喜欢收集美美的锅、美美的碟，这边哈、哦、整个厨可以给她放，或者喜欢做烘焙的话哈、啊，里面可以放她的蛋糕、模具、材料都可以放在里面。然后我们往里面走啊，这边就是我们的私厨房的位置了。OK， 整个灶头是做到完长长过去的哈、啊。OK， 水火分开来的哈、啊，屋主一定是一个很会煮的人，看到吗？这个好像那个餐馆、啊、餐馆的那种。那个说这个好像是餐馆用的抽油烟机，超强力的那一种啊。这个也是哦，不大会煮的人不会驾驭的这种锅黑很重的这个哈、啊，锅气可以煮到很重大火的炉哈、啊。所以啊，如果哈、哦、你看到吗？我们这边哈、哦，你如果不要用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哈、哦、炉的话，你换成普通双的这种火炉的话，旁边的摆的这些孔都是已经做好了的。这一个也很够你用啊，这个抽油烟机炸鱼煮三八布拉酱哦，一开就没有问题啊。OK， 我们来看这边还有壁橱哈，屋主哦，在这个厨房可以讲厨房空间哦，壁橱真的很重要。如果你只做一点点壁橱，以后你再买多一点东西哦，你就没有位放了，要买又担心没有位放。你可以看到它的壁橱啊，整个里面是非常好的收纳空间的啊。这边可以放烤箱 ，OK， 可可爱爱。非常可爱，这些气压锅都可以放在这边 ，OK， 里面可以放你的杂物在里面 ，OK， 然后我们旁边侧门哦，出去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放洗衣机晒衣的空间哦。这个白杠门，这间屋子全部的门都是重新换过的艺术门，都是换这种比较好的门啊。啊，有两个厨房吗 ？NG 问，没有错 ，NG， 一个干厨房给你平时做小煮煮麦伊面的 ，OK， 一个。私厨房外面那个大的私厨房哈，室内的哈，壁砖上到完了的，还有装风扇哈，那个私厨房呢就给你可以哈、哦，平时啊要大煮炒米粉、炸鸡的时候就在外面 ，OK， 那边也是有很好的这个抽油烟的这个东西哈。接下来我们去二楼看哈，上去二楼的之前哦，我们看一下这个楼梯可以讲是非常宽敞的哈，加上我们主人家哈、哦、花400000装修，还有装修在哪里？不只是扩建，不只是这些壁橱很实际的壁橱、ceiling 这些美美的，还有这个看到吗？我们这间屋子蛮多以玻璃为主的，这整个扶手哈、哦、都是屋主哈、哦、换过的，本来是那种空心铁的哈 ，OK 换了白钢跟玻璃，我们的客厅也是换成全玻璃的 ，OK 粘了这种防晒了的哈。Hello， 进来朋友 Simon E， 你好，你好 ，Kela Chua 你好，王丽你好 ，Daniel 你好，今天玲姐带你来参观在努萨都大哦，装修400000的一间田字屋 ，OK， 已经把田字屋装修到好像半独立这样，而且啊，这间地点非常非常的好，开车哈、啊，只要5到10分钟，你就可以直接转上去这个哈、哦、Secondly 的 Highway Entry，OK，、okay? 就在不必引到那个 Secondly Highway Entry。就在这边对面而已 ，OK， 5到10分钟肯定可以到园区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小厅哈，你有没有觉得这间小厅似曾相识？没有错，这间小厅就像你家的客厅，哈哈，这间小厅感觉就像我家的客厅一样大，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你看到婷姐上面这个地方吗？这个距离哈，这个距离地方是屋主做了扩建出去了的，有 extend 了的，所以这间小厅哦，真的大。像我们家的客厅一样大 ，OK， 旁边哈、哦、全部都是换过了这种，看到吗？都是做全玻璃，再加这个白杠的铁花的哈 ，OK， 现在要做白杠铁花、白杠大门、白杠 auto gate， 真的价钱很贵 ，OK， 全部整间屋子花钱的地方在这边，而且哈、哦，你看呢、啊，你注意看我们这间屋子的油漆，把麦克开给大家看，油漆、ceiling 全部都是美美的哈，很照顾的哈，这间屋子没有看到有太。你也不会看到有漏水的痕迹 ，OK， 这间屋子 condition 是非常 tip top 好的哈 ，OK， 我们来参观楼上的房间，我们先看这间房间啊，这间房间如果你家有
楼上三个房间，主人房一间，这间哈、哦、两姐妹的房间来的 ，OK， 之前屋主家也是哈、哦，两个小公主的房间哈，看到就知道了 ，OK， 左边、右边各放一张大一点的单人床，旁边还有位可以放床头柜，床头柜给他们，然后非常大的衣橱哈、哦，大家一人一半用，那个衣橱是上到上面最顶去的，不会积灰尘的衣橱来的哈 ，OK。非常非常好的一间哈、哦，装修真的真的，你买进来哈，其实你讲，因为家具的话哈、哦，通常我们都会讲 fix 在墙壁的屋主会搬走 ，OK， 电器那些肯定搬走，沙发那些搬走，可是哈、哦，这些屋主可以讲哈、哦，你连壁橱哈，它肯定搬不走的嘛，因为全部是 fix 的，这些哈、哦，它的床架全部都是 fix 的 ，OK， 所以这些屋主基本上你要买的东西搬进来的不多，颜色不喜欢的话哈、哦，这些蓝色你不喜欢，其实是可以换掉的，对吗，麦哥？可以。对。现在很多人哈、哦、买二手物不喜欢原本的颜色，可以直接换掉这层皮的。OK， 我们看哦，楼上的厕所哈，每一间房都有厕所的哈。OK， 原装楼上是只有两间厕所，屋主特地哈、哦、加多一间厕所，因为哈、哦、让哈、哦、两间房的人都可以哈、哦、自己有自己的厕所，女儿不用跟儿子共用厕所哈，这个是很多妈妈的顾虑，所以哈、哦、特地有隔好了的。OK， 大家都会很方便，很有隐私，看到吗？我们。所有的这个板门哈、啊，全部都是换过了的。OK， 换这种，这个蛮实心的哈、哦。实心。实心木匠哎，敲到手会痛的那一种。OK， 都是换过了的哈。我们来看哈、哦，楼上的另一间房。哎，进来大家好啊！今天带你看庐山独大哦。庐山独大的地点你们知道吗？庐山独大就在布吉银大的对面。OK， 布吉银大的对面罢了。这边哈、啊，去布吉银大的 Tesco AU 只需要3到5分钟的距离。走路啊，走路6分钟你都可以走到 Bobby 点 ，OK， 都可以走到 Family Mart 那边去的哈 ，OK， 要去 Legoland、CIQ 都是10到15分钟的距离 ，OK， 南上北下都非常方便。这一间是我们哈、哦、楼上第二间房间 ，OK， 壁橱一样哈、哦，屋主都是把壁橱上到最顶了的，做最大，上面你可以放哦你的孩子少用的那些床单啊，或者是行李箱就放在上面。这里摆一张双人床 ，OK， 这间房会比较小间。刚刚那间大间的屋主是留给哈、哦、两个闺女用的 ，OK。这间的话就是儿子的房间，一个人称霸整间房间哈。在我们的衣橱隔壁哈、哦，还有哈、哦、可以做这个小小的这个书桌的部分 ，OK， 很利用空间哈，做好这些壁橱、书橱在这一边 ，OK。而且你也看到我们刚刚讲的咯，楼上每一间房间是已经做了个人的私人厕所，壁砖都是上到顶的哈，铁花全部都是做好白杠的 ，OK。有问题想问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麦克恩问你多少钱？啊，麦克恩问多少钱可以？你看我一问有问题就有问题啊，有问题婷姐马上回答哈。这间屋子的卖价是950千哈，950千还可以再商量哈。950千你要在哈、哦、这个这么好的地点哈、啊，去 Second Link 哈、哦，只要哈、哦、5到10分钟就可以到 Second Link Highway 的这个路口，15分钟就可以到 CIQ 这个黄金地点哈、哦，可以用950千买到一间哈、哦、这么漂亮装修了这么多的田字屋哈，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哈、啊。OK， 可能你去看一些双层排屋、角头屋哈、啊、，OK， 没有什么装修的，也是这个价钱。这间装修有400千，屋主现在只是卖950千，方向非常好啊，坐南朝北的。我们这间是32x70 free hall 啊，这边是永久地契来的，保安围篱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全，150块一个月。OK， 我们来到主人房，麦哥在门口啊，婷姐去到主人房的尾端。OK， 来看一下，大间吗？主人房大间吗？大家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很大间啊 ，OK， 主人房真的很大间，这个空间可以再摆多两张哈、哦，我觉得这个主人房应该可以摆一张、两张、三张，三张 king size 都没有问题哈、啊，可以摆三张 king size 在这边的一间主人房。你看到的主人房是屋主经过 extend 过后的样子，其实原本的主人房只是到这边而已 ，OK， 看到吗？只是到这边，所以哈、哦，整个扩建哈、哦、才有这么大间的主人房哦。这间屋子真的condition没有话讲哎，讲老实一句啦，婷姐每次去一些屋子，他们的 extend 的话啦，讲真的，有时候我们扩建屋子哈、哦，在隔了一个几年过后会看到有一些裂缝、裂痕。这一间屋子哈、哦，基本上刚刚婷姐有注意看哎，它的扩建的地方都没有看到什么裂痕哎。
都是哦平滑的墙壁，照顾到非常好，这个手工也是蛮不错的哈。OK， 没有讲很不错，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至少你看我们的墙壁全部都是很漂亮的哈，而且屋主用的油漆哈也是比较好的油漆哈，可以哦安装的时候抹掉就好了，不用花钱一直油漆的。看整个那个转了镜头给你们看了，超级便宜，可是我买不起。哎，红飘哦，不要这样讲，婷姐也是一样。 OK， 真的很便宜，可是你问我婷姐就便宜，是不是你不要买？婷姐再努力一点赚些钱哦，我也是买不起先哈。 OK， MOD 说很划算，A3 说这间超值，真的是超值的。 OK， 真的超值的。哎，厕所在哪里？我们又有隐藏版的厕所了，带大家进去参观啊，看到吗？这边哈，我们把这个厕所还有我们的这个哈，我们的这个更衣室 OK 是在这边的更衣室，看到吗？哎，整个开放式，可是不要担心有灰尘，因为我们有做了门嘛，对吗？有门隔起来，所以的话哈，这边你不用担心哈，衣服很多灰尘，而且屋主也很利用空间，他在门后面哈做了这个，看到吗？连衣镜啊，非常漂亮了。衣镜子不用放在哈床旁边啊，不好吗？所以就放在门后面。OK， 我们转个镜头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厕所哈，厕所的门哦是这种，看到吗？玻璃的这种门非常的漂亮哦，我们进去里面看 ，OK， 可以讲厕所的空间不大不小，刚刚好够用，看到吗？干式洗手台 ，OK， 壁砖上到完了的厕所 ，OK， 如果你想要做装修，我觉得你再可以装修一点点，就是哦，可能我们可以用玻璃把这个淋浴间跟这个哈、哦、上厕所的地方做一个玻璃隔开来啊。我觉得你唯一可以在这间屋子再做装修的就是这边了啦，其他地方你真的不要再动什么了啦，不用再花钱。金星问婷姐你在哪里？婷婷，我今天在达曼努萨都大哦，这边是都大二 ，OK， 都大二的双层高级田置物，这边的田置物哈、哦、可以讲是很漂亮，然后哈、哦，屋主把整间屋子扩建到很大间哦，整个主人房也变这么大间了，而且这边哈、哦、四房四厕 ，OK， 本来是四房三厕，也改成了四房四厕，永久地契，坐南朝北，装修400000，物龄只是11年 ，OK， 旁边十尺地哦，屋主全部铺满了地砖 ，OK， 我问哦，有一些朋友讲，婷姐这间屋子哦扩建了主人房，这样子它还会有阳台吗？我跟你讲，还真的还有阳台的，屋主也是很可爱，留了一个 very mini 的阳台，我们去看看隐藏版的阳台。也不 mini 啊。是啦，麦哥讲也不 mini。因为可以走过去。OK， 可以看一下这个。不是这边吗了？阳台 ，OK， 怎样开这个门啊？你看哈、哦，麦哥现在站这个地方是一个侧边的小阳台，原装，看一下原装 ，OK。OK， 原本是长这样子的哈，刚刚我们的小厅也是经过扩建了的。OK， 原本的小厅 ，OK， 你可以看到哈，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可能你家里呀、啊、住主人房的人啊 ，OK， 还是戒不了烟。OK， 外面可以抽烟。OK， 可以看到哈，我们整个都是做了 awning 在我们的车房，我们的侧边也是全部做好了 awning 的。OK， 旁边哈、哦、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过来的哈，啊，这边走过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哈、哦。空间了 ，OK， 有主人房大大间，还有哈、哦、一个空间可以做这个小阳台，喜欢来阳台透透气，还是你要在阳台种植物的话哈，这边还是有位置给你在阳台种植物的哈 ，OK， 只是哈、哦、你可能平时就要出来刷一下地上打理一下啦，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阳台哈，屋主是已经做好了 awning 了的，下雨天看到吗？地上是干的哈，刚刚是下过雨的哈，我们这边地上还是干的。阳台很细心哈，侧边到我们前面全部都是有做 awning 了的 ，OK。而且我们这间屋子还有很大的卖点哦，它是 unblock unit 啊。每次看我们直播，婷姐每次讲 unblock unit， 你们知道是什么了对吗？就是我们对面是没有屋子遮挡的，不需要 OK。邻居跟邻居两对面，如果你喜欢更有隐私，你喜欢车子。想停多少辆就停多少辆的话，屋子里面停2辆大车没有问题，还有其他人的车都可以停在对面马路边，看到吗？我们今天来了1辆、2辆、3辆、4辆都是没有问题停车的哈。如果是讲，我们讲羡慕。阳台可以放花草，没有错。NG， 先问问这间要卖多少钱哈？先这一间哈、哦、非常超值哈，装修400000，物龄11年罢了，物主的卖价950000。OK， 950000还可以再商量哈。这间屋子真的是非常超值的哈。OK， 可能你平时去看哈、哦。
有这个价钱，可是这个地点很难找到，这个地点非常非常的好，那边转出去 ，OK， 转马路这边哈，盖好处了，转出去，你就可以到哪里？可以到我们哈，努萨北沙律这个 TF 吧，可以到的银行街，还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哈，美食街 ，OK， 有非常多的美食。如果哈你要去 Tesco 买东西的话，三分钟就可以到 Tesco 哈。五分钟可以到我们的 Bukit Indah 的 Aeon， OK， 然后哈、哦，如果你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十分钟哈、啊，十分钟你可以出到去 Second Link 的这个 Entry 的入口。Okay? 屋子的多少方尺？啊，屋子多少方尺？屋子是32×70，它是这边的双层填字屋，32×70的哈，屋身是很长的哈，乘七十的，屋主本身有在主人房住了客件，还有在我们的客厅。也是有做了扩建啊，现在刚进来是吗？现在欣赏一下我们客厅，照顾到非常好，保养到非常非常漂亮的哈，这间屋子，我们的屋子哦，车房的部分哦也是很漂亮，车房真的很大，如果你家是哦 WiFi 凉凉啊 ，OK， 停进来肯定不会冰 ，OK， 讲真的，停进来哦，后面都还有空间的，不会讲哦，你的车停进来后面窄窄的或者前面窄窄的，因为这个车房真的是很长哈 ，OK， 哎哦你好，哎你好，大家晚上好啊 ，OK， 所以今天哦里里外外刚刚都看了，像 Anne 刚刚进来呀、啊、，Winnie 刚刚进来 ，Go Pen Pen 刚刚进来哈、啊。给你们重复一下这间屋子的资料哈，今天我们来到哈、哦、是在努萨杜达 ，OK， 努萨杜达二 ，OK， 想要问 location 的朋友可以在 Google Map 那边 search 加兰杜达二 ，OK， 努萨杜达二哈，这一间哈、哦、是双层的这个哈、哦，高级田字屋 ，OK， 这个田字屋本身哈、啊，屋主花了400000来做扩建哈，现在这个行情你们知道吗？装修材料价不是讲要起价，这个时候哈、哦、你要把这整间屋子装修到这样，扩建到这样做好呢？做 AutoGate 全部白干，400000不够用的哈，我看一下，有保安吗 ？Sam， 有保安，这边保安非常的严，如果屋主哈、哦、没有讲哈、哦、有人进来什么的话，你很难进来的哈，这边保安很严的哈，你去旅行半年啊都不用担心 ，OK， 这边保安一个月是120块 ，OK， 非常严的保安哈，而这间屋子的 size 32。长是70 ，OK， 32×70，旁边有10尺地，整个外面的地都铺好了，地砖美美给你，连我们前面的这个斜坡看到吗？都铺了这种防滑的小石子，非常漂亮，而且很细心哈、哦。整个凹凸旁边都有做这个白杠水槽来做排水哈。4间房间，4间厕所，物龄11年，这边是永久地契哈 ，Sam，OK， 大家这边是永久地契，坐南朝北，前面是 unblock view， 可以停很多车。不用跟邻居抢这个包车的位置哈，然后这边保安维尼费120块 ，OK， 有家具吗？先，这一间屋子哈、哦，可以讲哈、哦，壁橱 ，OK， 壁橱你的这些床架全部哈、哦，还有你的衣橱全部都是 fixed 的，所以哈、哦、fixed 的东西屋主都不会拿走，包括我们的冷气这些都不会拿走，可是包就一些可能是私人的电器。还有沙发这种可以移动性的东西，屋主会拿走。可是因为这些屋子真的装修太多了，做了太多壁橱了，基本上哈搬进来朋友真的只需要买电器，还有沙发、电视机这些罢了。OK， 其他的床架、衣橱啊，全部上到顶的屋主衣橱哦都不用再买了的。OK， 都是留下去了的。周围有人住吗 ？NG 问。哇 ，NG 这边周围人多的嘞，你看一下，啊，红灯笼看到吗？看到车子吗？啊，这边哈，这边入住率是很高的哈，这边基本上哈、哦，住在这边的人你都不用担心，肯定是一些比较啊大一点的人呐、啊。老实讲，这边的物资早期买都蛮贵一下的，而且努萨杜达这个地点也非常好，蛮多都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OK， 我们的物主对不是啊，本地的哈。OK， 所以我们这间物资的卖价是950000哈，价钱还可以再商量。地点刚刚婷姐讲好了，去 Tesco 方便 ，Aeon 方便 ，Second Link 方便 ，CIQ 也方便，吃东西买东西都很方便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哈、哦、call 我们 ，OK 看到吗？013这个号码可以打给我哈，或者是你想要问东西不好意思打来问哈，你也是可以 WhatsApp 给我的，或者直接在下面留言也是可以的哈。OK， 这样子的话今天直播差不多到这边了，记得。离开的时候哈、啊，等一下点赞麦哥婷姐好介绍哈、啊，这样子下一次直播你就可以在哈、哦、第一个时间看到这么漂亮好看的屋子，喜欢的朋友哈、啊。
不要慢 ，OK？ 喜欢的朋友记得看到电话打来问，不要排谁来看屋子 ，OK？ 看屋子没有收钱啊，屋主很欢迎你们过来参观的哈，过来看一下这间屋子适合吗？过来看一下 condition 是不是你喜欢的 ，OK？ 都不要排谁哈，或者是你想要买这间屋子，想要买哪一间屋子，不懂贷款可以不可以过，不懂报税要报多少，也是可以打来问我们的哈 ，OK？ 第一次看你直播，哎，恰卡位 ，OK？有第一次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记得等一下点赞哦 ，Mr. Chia， 叫你等一下，下一次就可以再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哈 ，OK？ 叫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边了哈，记得帮我 like and share 出去哈，拜拜。